的频道，我是雨酱，我是 S 大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开一个最近最夯的，就是呢，我上次在盲盒快闪店还有推盒机有介绍过的三眼怪，它的这个盒子超可爱的。我刚看到它官宣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有兴趣，所以才会说预定了一中盒，但是还是买了几盒来介绍。上次去快闪店的时候刚介绍完嘛，隔周去看就完全找不到它的踪迹了。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，看到赶快买起来。好，然后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以赶快订阅起来哟。它这个盒子啊，旁边的这个板子好像是可以拿来使用的，然后有点脆弱，所以如果买一中盒的话，就是要小心，感觉它已经整个快要裂开了。然后这个整个里面呢，一样是有12款，那我就直接拿第一盒。上次开呢，我觉得它每个东西就是小小的，所以这样子摸起来是还算轻啊。像上次开的有一个比较大样的东西，就是摸起来感觉得出来有凸点的，那我就直接开的。这看起来很小耶，干胶包在上面。是什么？宝藏的，拿到一个藏宝箱。它这只叫做寻宝记，这个系列呢跟我们之前开 demo 的系列有点像，因为它很多小东西嘛，所以它背面也是有配件可以让你方便收纳。它里面有3只的三眼怪，哇，一盒就3只，很划算。对啊，这真的觉得很不错。对，它真的做得比较好，就是脸没有歪。对啊，脸是可爱的，我觉得它超可爱的，而且它很多摆起来完全的符合它那个第一集里面很经典的感觉，就是很多很多在那个披萨星球里面。像这盒我就很喜欢，因为一盒里面就会有3只，不是每一个都是有3只的，不过大部分都有3只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小配件，可能放在藏宝箱里面的东西。那里面仔细看是有金币的，只是说我本来以为它是满起来的，结果没有，刚好一直要坐在里面。对啊，第一只海盗的，然后还有它的两个小喽啰，因为头上是戴海盗巾，眼睛没瞎的都是小喽啰，就对了，好像是哦。它这个真的是小配件太多，就是要小心不要掉了。然后只有其中一只小喽啰是有拿着刀子的，他们的弯刀。好，再来第二盒，这个感觉更丰满哎，有点摇不动这样。我这个好像是最轻的。是吗？就它是空满空满的感觉。你看起来真的蛮轻的，我看一下。很小包。它的干燥包很小包。像这一只。这一只是什么？哦，有车子的哦，还有铁轨。真没想到这个是很轻的。那如果喜欢这个的话，应该蛮好找的哈，因为你说是最轻的。就这个不是说几几的那个铁轨可以弄成圈圈？你说一整中盒里面会有铁轨？不是，这一盒要买好几盒。然后就可以把它用成一整圈就对了。对啊。然后它的3层火车跟一只的三眼怪，还有它的球球，这只叫做火车驾驶员。我觉得这应该会是夯款诶。最后一个还有它的 Toy Story 的 logo。很可爱啊，我觉得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2颗球球跟像是坐着往外看的三眼怪，是可以撸的。可以啊，它是扣在铁轨上面，所以它是可以这样子轮子有凹槽，铁轨有凸起的地方。很可爱耶，它是真的可动性哦。再来第三盒，这个比刚刚那个更蓬耶，前面感觉压起来更硬，感觉它的东西是比较大在里面。其实好像也没有，只是有点斜放在旁边，然后干燥包也比较大包，所以它也会因为干燥包不一样，手感会不太一样吧。它有3只三眼怪啊，是有游戏机台的，应该还有个电视吧。好可爱哦，它叫做最佳队友，它的机台是那种老旧型的大型的电视，游戏机台也是复古的。是这样子型的，它的电视有它的天线。对啊，就是它头上那个天线，好可爱哦！拿一个手伸起来的，跟一个长得看起来跟刚刚坐在火车里长得有点像的，那因为手也都是这样子伸起来的。好，再来第4盒，这个就有凸点，它可能是我上次有拿到的。
我猜啦，底下这里有凸点，感觉很像是那个飞碟，我来试试看是不是。其实我也才抽那一个而已。飞碟比较重不是？我也不知道它重不重啊，我只是觉得它凸凸的而已呢。我看一下，是吗？有点像哎，我打开看看。No. 不是，它是冰屋，可是它也凸凸的啊。所以你意思是说，飞碟感觉应该比较重，然后这个比较轻的关系。这只也有三个三眼怪，欸、好可爱哦、喔。屋顶上那个下不来啊。对，这只就自己在上面。因为它的雪人也是它的造型，哇，好好笑哦、喔。那这只叫做极地之旅，还有一只是塞在冰块里嘛，有掉进去过，是不是？好好笑。然后一只是这样子坐着的。其实它原作它的脚下支撑的是一个白色圆圆的吗？应该是，因为它是那个压了会有叽叽叽的那种声音的。哦，所以怎么会都会看到下面有那个东西？对，因为它是那种型的娃娃，下面是有充气还是什么的，就会让它压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它的雪人，很可爱耶，真的是有三只就划算。对，真的是觉得很划算，有三只这样摆起来就是很丰富啦。而且我觉得它比我们那时候买那个家具的那些啊，感觉是更棒，好可爱哦、喔。你那个 demo 不会一盒有三只 demo 啊？好像也是哈，如果它一次三只 demo， 应该就很多人买了。然后再来第五盒，这个也很蓬哎、欸，这个前后你没有拿起来都说这个也很蓬，真的、啊？不过这个上下会摇晃、啊。没有，应该说它的这个盒子跟以往泡瓦特盒子不太一样，以往是比较胖，可是它是比较扁，可是它比较高。它比较扁，比较高啦。对，所以大部分摸起来这里会是比较薄的。那我猜应该是你抽过的大富翁。哦，是哦。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猜的时候我没有注意，我没有摇，所以。咦，你好像猜对了，真假的？因为有一个板子啊，那就对了，摸到一个板子，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你跟我说它前后还有空间，就感觉是它。耶、我的地产大亨出现，叫做人生赢家。然后它这个下面底下的板子很可爱，大富翁的形式，车子还有 logo 也是它的脸，一个银行跟一般的房子吧。它其实是可爱的三眼怪，这个车超滑的。就是放在上面的时候要小心，不然就滑走了。好，再来第六盒，不要说它很蓬，这个超硬的，摸起来是很扎实的感觉，左右是晃不动，上下微晃，就是很扎实的满啊，跟刚刚蓬满那种感觉是不一样。我摸看看，很大一只哎，这什么？我大概知道，应该要对它很接受。扭蛋机，那我觉得火箭会不会也是跟这个手感很像？因为它也很蓬，我刚摸就是很扎实的感觉。这只叫做奇趣扭扭乐，就是有一只眯眼的三眼怪跟它的盖子，它是长这样子的，很可爱。而且重点是，它是真的可以转的哦，它转出来了。你就转几次，真的可以，是真的可以玩的啊。再来第七盒，哎，这个也有凸点，然后比较偏上方一点，在这里，整体也是蛮扎实的，有一点点上下会晃动。这是个汗毛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是硬钢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都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咦？结果是欸，是个你的浴缸，这只蛮可爱的啊，像是在游泳一样，用着泳圈。然后它这里又有一颗球球，可是它的球球比较大，跟小鸭鸭，还有它的莲蓬头，这只叫做冰镇泡泡，这样，好可爱哦，洗澡的样子。然后再来第八个，这个更薄，是左右有凸点的感觉。欸，上面也很蓬欸，这个上面超蓬的，这只到底是什么好大的感觉哦？那应该是飞碟，不是飞碟啦，那个火箭啊。左右是能摇晃的吗？没有，这个超薄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拿飞碟不是这种 feel。火箭这么大，难道只是长得不一样而已吗？欸，真的很蓬欸，这个是应该是，对，它是火箭，超大欸，这个很划算欸。顺带一提，不是最重的。哦，好划算哦，好大哦，而且这里有一只在里面，它有用个这个保护一下，保护下来。对啊，它就是被抓到的样子啊，这是经典的造型。
这个外面有一只坐火箭的，还戴着三个镜框的眼镜。电影里面就是像这样啊，它很多只躲在里面嘛。Farewell, my friends. I go on to a better place. 然后被夹起来了，就说 No， 就被带走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再来第九个，这个也超肥超爆，它左右也是摸得到，前后超凸，非常凸，非常凸，然后也是上面偏上面吧，可是它好凸哦，摇也是摇不动。我觉得它应该比前面这个还要再更饱满，刚刚的火箭也是算饱的，可是它没有像它凸的这么夸张。这个应该就是我拿过的吧？咦，对，因为它有一个罩子啊。它就是飞碟，因为它是这样一圈，然后有个罩子，所以它整体来讲是非常大的，然后配件是很大颗的球跟它的罩子，所以整体来讲是非常满。我是觉得这应该算是很好摸，不过这个就是只有一只，然后它是罩着球球。好，再来第十盒，这个就偏空，然后左右是会晃动的，还蛮明显的。这就是一个有三只三眼怪的，它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多三眼怪，就好疗愈哦。不过这只坐在鞋子上的也是不能拔掉的。我觉得它这个系列啊，让人家觉得很划算，就是因为它互相可以配啦，感觉很丰富的玩法。这只好像是笑更开的嘛，然后另外一只是看着上方的，看他们玩的，就像这样子。再来第十一盒，这个好空哦，我这个就不会收饱了。我觉得它这个摸起来超空的，而且晃动的也很明显，所以它应该是热气球。好绿的热气球，真的好大只哦，好绿哦，一整个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它这只也是有中型球球跟一只三眼怪，它好几只的姿势其实都一样。对 啊，因为它就是那种娃娃，它当然就只有那几种姿势而已啊。然后这一只叫做天际漫游，然后再来最后一个，这个也是有凸点呢，它是在这个偏下方。哦，当然我觉得它声音很大声，你看它听起来是车子在动的感觉，好大声哦，所以 no。平常不是什么新衣四叶草，是啊，一个好大的绿帽，一个帽子这样。那我觉得这应该也听得出来。没关系，它有三只三眼怪。不过隐藏好像也是三只啊。这个汉堡车的是它直接坐在上方，是不能动。汉堡车这么小台，你想象中是更大。对啊，我想象中是比较大台的。它汉堡真的做得很像，好可爱哦。还有生菜跟火腿，还有 cheese， 而且它旁边是小黄瓜，双黄瓜的轮子跟牙签，这也太有戏了吧！哎呀，是真的可以录的，可以啊。不然我怎么说听起来很像有车子滑轮的声音？这真的蛮好玩的。然后有一只是在底下，也是在那里看的。那个图上面是它是推的。哦，它是推的，我以为它是在看。它名字叫做汉堡轿车，就是在它后面这样推，感觉比较像是要坐上去还没坐上去的感觉吧。对啊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三眼怪的一众人开箱。我觉得这样摆起来真的超壮观的，又超多超多只，然后可以互相搭配的，所以我觉得最综合真的很超级值得收藏。难怪我们介绍完没多久之后，就真的全部都被买完了，因为它真的我觉得很不错，而且它每一只都有它的特色在啦。如果你单抽，然后抽到哪个，其实也都蛮开心的。只是说，如果你是玩具总动员的铁粉的话，应该会想要把它整只都收藏。它真的是做得很可爱，重量排序呢，由轻到重是这样子过去的。那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你喜欢什么型的啦，我觉得应该摸得出来，然后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喽。然后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个喜欢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